女演员控制能力特别好，动作很流畅，三大四小那一块女群我觉得特别特别整齐，肯定一下苦功夫了。王子的表现力特别好，天鹅的那些肩颈线啊，还有他们的那些形态也感觉特别好。王子跟白天鹅很轻盈的托举，感觉非常的漂亮。第二幕的时候，黑天鹅出场和男主一起跳的这一段，感觉挺震撼的，很不错。和第一幕的白天鹅是能看出反差的，不管是从表情啊，还是从舞蹈，都能看出明显的对比。pick 黑天鹅，因为他真的非常的自信，就是有一种魔力吧，很让人着迷的感觉。Thank you.